前桃园市长郑文灿呢卷进了土地弊案涉嫌收贿，那他在前天的时候呢是第二度的交保，那检方当然也是立刻的提出抗告。最近消息是哦，昨天高等法院呢是已经发回桃园地院来更裁了，那也就是说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，郑文灿会再度到法院这一边来召开羁押庭。不过现在呢整起的案件是牵扯出越来越多的细节，也越来越多人是爆料说，其实郑文灿在时任桃园市长的时候呢，当时他的权力是非常的大，那他可能呢是有收贿之后呢还来进行一些官说，甚至说他在当时是可以直接上达天庭，跟总统府的人呢是可以直接的来进行对话。对此带你来关心法务部长次的最新回应，具体的个案任何人在这个时候发表评论都是不适当的。我想检察官办案一定是看当时的证据能不能构成这个犯罪，绝对不是任何政治力或什么可以干预的。这样，所以这一个案子压了7年，你自己都不觉得非常的奇怪吗？我不能说压了7年，检察官办一个案子，因为要收集证据，总是要一点时间。我想，具体个案检察官有他的依法有他的判断。这种三进啊，就是被检方这样子一直在抗告的这种状况会很常见吗？你们的经验觉得常见吗？我想。法官跟检察官依法行使职权，我们予以尊重。那不要以次数来看，我想这个他们只要是依法执行职务，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。因为我们觉得不常见啦，所以我们要问专业的法务人士怎么看。如果他三进，假设三出这样。法律上的一个不同意见的一种攻防，我想在实务上会常常看到。只是个案里面可能大家关注的焦点不一样而已。好，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呢，他就最新爆料了，说郑文灿在时任桃园市长的时候呢，收贿之后动作频频，是一路的上达天庭，也就是呢，把这个指令是一路的，包含从总统府、行政院等等，是一路的交办下来，就是要来开后门，来提供呢建商等等的这一些土地的开发案。不过呢，对于这样子的案情细节呢，目前检调通通都还在侦办。不过大家也非常好奇哦，像这样子三度要开羁押庭的状况，常不常见。那法务部长次是表示说，大家不要来关注在次数上的问题，因为他认为说现在这样子的案件其实是已经进入司法了，大家不要用太多的政治方面的角度来做解读。